我的成长和保险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，细个的时候父母成日都陪着我，每逢假期就会一家人一起去旅行，而我的父母都是做保险的。望着他们很享受自己的工作，和客户一起成长，还可以弹性安排时间去旅行，陪我上学放学，令我小时候就对保险这个行业充满好奇。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保诚，除了可以享受自主的生活之外，还发现公司的奖赏制度公平清晰，真正做到多劳多得。我喜欢保诚的文化就是因为这一点，尽全力去证明自己，努力一定会有回报。如果你都认同理想的事业应该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我期待你加入保诚，同我一起拍住相，传承与客户同行的使命，成就理想人生。